如何将一个灵感变为完整的现实， Pixel 协同设计软件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它完全免费，学生、项目经理、设计师、创业者、产品经理、团队协作都用得上。从灵感迸发的信息收集、产品规划、需求分析，到产品策划、产品原型设计等等，用 Pixel 白板全部都能轻松搞定。比如如果我想做一个短视频 APP， 就需要先研究一下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再做需求分析、产品规划、策划，最后再快速做出一个产品原型交给工程师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通过 Pixel 白板插入图片、文档、表格，使用便签、画笔、贴纸进行标注，自由摆放元素，梳理逻辑，像小孩子画画一样轻松高效地将收集的零碎信息整理成井井有条并且美观的形态，让你的灵感想法变成任何人都能一眼看懂的文档。甚至它还内置了很多全球顶尖方法的模板，我们都可以直接调用。你还可以随时用 Pixel 白板视频通话，或接入腾讯会议、飞书、钉钉、企业微信等语音，和团队一起协作讨论或头脑风暴，将成员收集到的信息汇集于一个画布，并在白板上同步呈现。最后你还可以到它的资源社区直接找一个参考作品来展示自己的产品想法。它这个资源库分享的是全球流行趋势作品，所以几乎任何想法都能在这儿找到相似设计作品。比如我前面说的短视频 APP， 在这儿就有多款同类设计作品，我直接复制来用就可以了。总体来说，只要你有一个灵感，就能用 Pixel 协同设计软件完善成一个可实施的现实方案。最重要的是它完全免费，除了让灵感变为现实，你觉得这种工具还能用来做什么？